中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实施制裁。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美方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强烈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表现恶劣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